不是不做外科，是做整形外科。当医生才是糟蹋自己。我一定会回到总院当院长，到时候再找你聊。他是你爸？怎么会是你？因为阳光医院常年亏损，现在总院要把医院收掉，这你知道吗？那刘医师呢？我才刚刚批准他的辞呈。呀呀，哦耶！呀，哦耶！喂喂喂！他的节奏怪怪的。绿豆汤。男的要帅，女的要美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朴旭俊。我们会不会被卖到菲律宾去呢？到底在干嘛啊？